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有人约我呗。还有人约你呢。今天打球打太久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们去湖边溜达一会儿吧。怎么，你不想回家？先跟你溜达一会儿吗？你这么说好像回家就分开似的。那你在你的房间，我在我的房间，能在一起当然好啊。可是我又怕自己胡思乱想。程毅，你又来。我就喜欢你狠狠地叫我的名字。走。哎、我不是我。是你写的？怎么在你手里啊？花呢？花我放公司了。不是，还真你写的？花是我买的，但不是送给你的。哎呦我去！是你送给星星姐的。我可真倒霉，让你给截胡了。你是不是偷偷把签收单给藏起来了？你说说，这是什么样的缘分，能让我撑起你这一幕？哎，你说的找个合适的契机表白，就是今天啊？你受刺激了吧你？被老板刺激了，你没觉得他们俩有一腿吗？这眼睛呢不好使，就留给有需要的人。你说你多迟钝呀，这老板早就寻寻长寻寻短的叫上了，你才发现啊？昨天我就觉得不对劲儿。这程立说是去团建的，我觉得他就是请寻寻姐吃饭的。而且啊，昨天肯定是个不寻常的日子。怎么不进去啊？车都停好了。想等你一起啊。你怎么了？我花粉过敏。可是你看到包小青收到花的时候，不是挺开心的吗？我是挺喜欢花的，但是我只能远远的看着，离近了不行的。哎，我还挺失落的，怎么就没想到送你花呢？还得让你看见别的女孩子收到花开心的样子，羡慕嫉妒呢。所以，你刚刚一直不愿意回家，是为了准备这个吗？只要你喜欢，我就给你最好最多的。谢谢你。这话太多了，我觉得我得出去一下。那我先送你去周全家待着吧。明天我叫人把花处理了，你再回来。我真的越来越不像个好助理了。你就享受当好女朋友的感受就好了。程烈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啊？你越这样，我压力越大。好点了吗？嗯，只要离开那个房间就好多了。反正也没那么严重，啊？想看电影吗？嗯，我已经一年多没去电影院了。我已经10年没有去过电影院了。电影院那种黑暗程度也不可以吗？可
不过真的很想去试一试，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感觉。你可以陪我去吗？嗯，好吧。但是你如果受不了，就马上出来。嗯。